它不是痘痘，它没有凸起来，它不是痘痘，它是我不小心刮到的，它不是痘痘，吼！因为是我不小心刮到的，所以我不能把它遮起来，因为它是伤口，这很烦欸。我没有用滤镜啊，它又是豆花，是一颗，它是平的。但我没有调啊。可是我就算是内线预设的话，它预设会总比没有预设好吧？谢玉德带你去流浪。嗯，我不是曲家瑞。不觉得自己像他。就是粉丝有跟我争一些学校什么，但是我们也会没有想被叫小吴曾婉婷，我觉得我50000就50000这样。
对啊，今天是刚睡醒，我看起来是刚睡醒。我没有，那我现在开机啊！我想要赶快结束。嗨，玲玲玄推。我就没有开机啊，我就开机了，啊，啊！我就没有开机，我就开机了，我就从来都我就没有跟你们说我没有开机，哦，好烦哦！为什么跟你们讲话那么算了？好烦哦，好辛苦哦。今天学校还忙吗？还好。没怎么会我意思，算了，可是我不太会讲话。没事。笑死！大家继续说开机，我就直接关播，没有来开玩笑的，直接关播。没有啦，开玩笑的啦。脸颊被蚊子叮，不算。不是，但它也不是痘痘，它就是一个小伤口，这样。我只是懒得遮掉而已。我不想要卸妆，就很麻烦。因为它如果化的话，它又伤皮肤，我就说算了，就直接这样吧。他现在还好了。跟玲玲说一件好事，好，你说啊，看有没有我真的会开心耶。这样，大学的事情嘛，现在唯一能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学校的事情。薛凌晨在带你去流浪。你这么认真，应该我没有那么认真，我怕考哦，我学测超烂的。你们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学测超烂呢。
因为就不会念书啊，反正就是怎么，我真的就是怎么考怎么烂，我就是大家推荐的那些学校，我没有一个是上的。没有很烂，跟我比，但是就是正常，但是跟其他比，哦，就是超烂的。没有骗你们的，超烂，真的烂欸。算了，反正我还有统测。我今天穿的很好看，我今天穿超随便的啊。我今天穿西雅提，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注定要念进修部的。嗯。啊，请问同学，可是你又不知道那是我，我之后就想说，可是我找你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是我，我想说，算了。不行啊，因为我如果跟你说我那哪个是我的话，粉丝就会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哈，怎么办啊？好困扰，我再想一想要怎么办。我想我怎么办？怎么办啊？你小账给我，大家去找，大家去找啦，不要在上面给我啦，不然你传浪的讯息给我好了，我可能会看一下。可能会看到，你以为 TP 没有人进修吗？你以为 TP 没有人进修吗？好，就算进修，我有办法。如果我的办法，哎，有些男生就喜欢闹，不知道为什么，先天的，不知道。我现在来呛粉丝了，我觉得真的粉丝现在真是，哈？防窥膜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哎，我不然就是先休学啊。不然就是先读嘛，延毕。那我就是不是一个乖学生。真的不是一个乖学生。我刚刚已经把一个人抢走，没有啦，开玩笑。啊，为什么不考？啊，我就考不上啊！有人真的很爱问废话，就为什么？就为什么不考台大就考不上？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可以上那个北一？为什么不上台？就考不上啊！奇怪、欸，莫名其妙问一些不经大脑思考的问题，我跟我一样疯掉。现在林森太太就考不上啊，就很难啊，就很难考、啊，我就最不会考试了、啊，奇怪、欸。
不要。然后我会想，我不要啊！我就会想的，我干嘛去念啊？我会想的，不用考虑的想。好想打喷嚏，为什么？因为安安就叫我填离家近的，但我的个性又不是会只想填离家近的科系。就是我就是一个一直在找自己给自己麻烦的人，就是安就是本就离家近啊，随便念念啊，学分够就好啦，这样。但我没有，我不是，我要随便得填一填治理科大，哎，治理好像还行。随便填一个科大都可以。我们要在烂中选一个，我觉得最好的。安安决定要把中，还有跟你们说这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哎。我还要统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大学到底要念哪。其实说真的，每个人问我，真的对他说不知不知道。我差点要跑去高雄哎、欸！我真的差点要跑去高雄。安安的鼓评文，他很棒啊，他真的很棒啊。嗯，阳明山为什么是阳明山？阳明山有什么学校？为什么阳明山？可是你在阳明山，我还好啦，哦。然后太远了，我不想去，好烂哦。又怕冷。北科大的成绩太大，太高了。目前不考虑。实践怎么可能上得了？实践你们知道分数多高吗？实践要三十几几分哎、欸。学三十几级分 ，Hello， 连高中生都不一定考得到哎、欸，我考到 ，Hello， 在闹吗？实践哎、欸，那么高，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能就是想都不用想的学校吧。哈，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一直谈学校，我不想谈学校啊、哦！啊，不知道成绩出来了，成绩就摆在那里啊，不是啊？哎，各位，如果你考了，就那样，然后叫你填一个台大，啊，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问你怎么可能？不可能吗？对啊，我没有那么厉害啦，我是五万零。
下一班下半身是睡裤。你让我讲这么明白，我全身都睡衣，这样可以吗？我就穿虚假的 T 恤睡，就当睡衣。对，因为很多人这样吧，不止我一个。哦，我今天没有买，因为太累。握手会啊，握手会什么时候？好，我不在。下礼，真假的那么快哦？我真的不太 OK 啊，我现在才知道哎，还没，我就不知道穿什么。我想要穿公司的，那只要太随便了，不行，很不自在，我不要。我要跟公司借。没思考，我想要穿就是之前线上的衣服，因为。因为线上坐着，你们根本看不到我穿什么。我想穿线上的衣服，就普通好看的而已，就不要特别爱 cosplay， 就普通好看这样，就是好看普通这样，就是普通裙子、普通上衣这样。我这次没有露欸，我这次走就是安全牌。不露我难过，我也才十几岁而已，你要看我露，你还不如去看沈迪奇，他身材比我好。不是啊，现在不是，很快欸，几号啊？不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事，我要跟老师请假。我有我们学校这假下礼拜好像假日吧？真假的？天哪！我要请假了！因为学校11、12有事。因为学校11、12有事 ，Oh my god， 我要请2天呢。好。然后就先2天学校有事嘛，然后学校就要补假，就要补假到，不是有一天好像要补上白上课嘛，就是补到那一天，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不用上课这样。我只有12，好，好，
我觉得请假真的对我来说很麻烦。有时候老师会问怎么事，然后给他证明什么，然后就很烦，然后还要跟公司要证明，然后公司的证明又不会马上就出来的。我那时候就想说来不及啊，然后结果是要转眼间三月了，时间过得太快。Sorry。所以很多成员干脆休学，为什么要休学？休学要继续念呢、啊？休学又不继续念，真的很可惜、欸。因为我觉得再怎么辛苦都，学业真的是重要。没有，我跟你们说，我大学作业会很多。啊、哦，我大学作业一定很多。不是啊，就是我记得我好像就是有几个人，就是从高中就开始休学，休学到现在也没有继续念高中，然后现在已经二十几岁，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要继续念吗？”他说：“不想。”他说：“那啊，那以后怎么办？”然后我说：“不知道。”这样。我觉得作业多是一定的吧，报告什么的啊。现在以比较坏的方向讲的话，一定就是作业多；以好的方向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人管你。但没有人管你不代表是好事啊，没有人管你要自主啊，自主。我不是会自主的人，我超放纵自己。看，每个月都一定会有小组报告、啊。嗯，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啦，跟你们分享看看。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说，好，高中最基本。好，可能如果你比较小，年纪小进来，像现在就是预验啊，然后预验这样，预验可能高中，然后我有听他跟我分享说，他觉得两边兼顾很辛苦，这样，但是他高中撑过之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学习到很多，这样，哈，色诱男同学帮我做报告，干嘛？Hello， 但是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顶多请他帮我，但我不会收用，我不会做这么非常没价值的事情，好不好？干嘛？哇，太牺牲了吧！笑脸哭，唉，我有一些同学就是因为大学了，然后没有人管他嘛，就只要去不去，爱去不去。那你干嘛浪费这笔钱？你看哦，我就不懂哎。如果你浪费了这笔钱，你去上课，然后爱去不去，然后那个文凭又不是多好文凭，那你宁愿不要念，宁愿去上班。我不知道你拿了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用，但是又有爱去不去，然后又要缴学费的一个大学，然后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就会这个爆掉哎、欸！但是现在成员好像都已经没有休学的状况，有休学的通常都已经高中毕业了。
然就是美剧训练，就是都高中毕业最基本这样。云爵好像有凶，有几个大学休学，大学休学，其实我觉得大学真没差。如果你有 TP， 大学没差。可是那就要看了，像梅林他没，就大学就休学，但他很专心的在 TP， 但是最后也没有升正式。哎，我爸也刚跟我说，我爸也觉得说要我直接去打工，然后安就跟我说：“你爸没念大学哦。”这样，他才会这样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家庭的想法不一样。像我爸就觉得说，大学其实他觉得打工比较实际。他觉得大学生其实如果没有读到考到一间很好，我觉得他我爸就觉得说，干脆就没有念这样子。可是不是啊，我又不是适合去打工的人，因为我不适合那种直接。因为通常那种高中直接毕业就直接去上班，通常都男生，因为他们有能力开店或是读餐饮科，他们可以搬东搬西，或是劳力啊。我一个女生，然后我怎么可能去当劳力啊？我怎么可能搬东搬西？我怎么可能去那个餐饮店呢？从早到晚，我不太可能，我不太适合打工。我可能比较是偶尔那种排班，不像真的就是全职打工这样。谁觉得赚钱不重要？我觉得我也觉得赚钱比较重要啊。但是这是未来性的，你看哦，你现在去上班了，你难道上一辈子的哦？你做餐饮要做餐一辈子吗？还是你选择你要就是先读完大学，有一个一技之长之后，你再去外面找工作，会比你高中毕业直接去找工作来得好？这样，就是我只想要稳平啊。你现在。路上随便问都有大学吧，就算他那个声音没有听过大学，但他至少大学毕业这样。至少要五专，但我至少五专，五专就是五年的那种五专，至少哦。有想过啊，但是我想要不知道我人生还很长吧。我觉得如果我要继续在 TP 的话，大家不会想要看到，因为大家感觉没有喜欢我。你们是佛的粉丝，所以你们才会觉得说哪有，但是要看全部 TP 粉丝的话，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他们的胃口，就是我不太适合我的个性，整个感觉就是不太适合，就是其实这里可以说是成长环境没错，但是不太适合这里是面对大家对我的看法，我觉得不太适合这样。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我跟你们说，想跟开玩笑是有差的，这样。我说搞不好啊，那是开玩笑的口气。就是我想，我就说我要努力，我想，这才叫我真的想。我没有说过这件事情。我想要上厕所，等我下哦。
全。他就开玩笑说：“对啊，哦，搞不好以后我就变队长这样。”不太好吧？陈家树都是这样跟林婷婷讲话的吗？难怪被呛。那有些男生讲话真的是很幼稚哦，好痛，让我头好痛。躺着也中枪，哎，陈楠说你对我很温柔，他说他对我家叔对我很温柔，然后家叔对陈晨跟阿里都很凶，就我说哎，好像真的家叔对我是蛮温柔的，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怕，哎，我最近我想要，我想要给家书，我想要给玉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阅读性的比赛的投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那个给你看，然后我觉得我写的蛮烂的，就是。但我想得名，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写的很烂，我就怕其他人也写很好，就是会懂。但是我看了其他同学，我就觉得说，其实好像我也还好。我上次看了一个餐饮科的男生哦，餐饮科男生哦，然后写的都比我还要好，我就先被打击。他说他上次得甲等，我就。你写成这样，那我就先不要，我就先拜拜这样。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乱写。啊，我想念哦，但是，啊，对啊，我一下觉得说，我觉得，这好，有时候不好。不对啊，想想又觉得这还好，哎，就是觉得不错，就是我只要想法变来变去，就是不知道没有一个确定，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改啊，有时间修啊，3月10号截稿，我想一下怎么办，有那个吗？备用机吗？备用机可以用吗？备用机一定不可以用吧？哎，可以，我打开了。我等下拍照，我念给你听。但是念了应该不会有那种，应该念了应该不会有人就是知道的，反正我是念的，所以有人特别应该还好吧。那本书看完了，而且很都没什么，就是。我还画了心智图出来，就是分别归类，说我要写哪个地方，哪分别怎么写。他说，老师是鼓励性质，所以很容易就得奖。我就是，你看，没电了，去充电。
么还好声音？我先拍照哦。米兰昆德拉的，可是阅读心得如果写米兰昆德拉，一没有符合高中生年纪该有的感觉，二老师不会想看的那一种，老师想要看的是励志，然后从这本书学习到了什么跟我的观点。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种翻译小说很难写，要么就是励志小说，要么就励志书，要么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的励志书，这种或是这种学习力啊，或是那种关于学习之类的书写了心得，老师会看的比较觉得说，这是有学生的感觉。所以，对，所以我又换了一本比较没有那么抽象的，我换了一本非常好写的，老师也很爱看，最好上手的《爱是永不止息》，然后他就在讲说。我连那个都拍好了，我想。我然后那本书是很早出版的，是在我出生前，所以通常这种书都是老派的，就是最老派最好写的这种。我念的给你们听哦。玉，就是玉要听吗？玉在吗？对啊，我就不想写，就像这种太文艺。但是我就看有同学写房思琪，可是我就跟老师说，哈，我觉得房思琪很难写。然后老师说没有，房思琪很好写。然后我同学也说房思琪很好写，我就说哈，房思琪很好写吗？这样他说他可以讨论的点很多，对，没错，房思琪他可以讨论的点很多。可是房思琪他有点太。就是它内容太痛苦，而且有点负面的东西。我觉得写的话，中学以一个中学生这种比赛的话，老师会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议题，不像是真的是那种读书心得。对，所以我觉得房思琪对我来说是难写的。好，我念哦，我先从。最一开始，他是作者简介跟书本大纲。所以说，作者冉亮是位对文学拥有无止境的学习欲望的人。研究所的时候，进入《中国时报》工作，辞世前担任《中国时报》特派记者。在人生本该走向正轨时，却突然得知罹患乳癌。作者冉亮将他自己抗癌的过程中与亲友的日常和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与自身对生命的执着写进书中，里头充满着作者冉亮对生命的渴望和描写爱的力量，让读者仿佛身历其境，在作者身在病痛的苦难却富有 美好的生命价值当中。然后第二段是写说可以抄第几页的，就是引用，就是那本书里面你最喜欢的句子。我写第80页，回避责任总是很容易，然而责任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其实，当你越对自己负责，就会发现有信心也会越强，自信心也会越强。那也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喜乐。然后。还有第19页，多年来在尘俗中庸庸碌碌，渐渐忘记了理想，对人性怀疑。武宁相信鲁迅所言，人心愚昧，改造无望。冉亮却保有赤子之心，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生病以来也曾惊慌、愤怒、自怜，但他阳光般的性格
不让自己沉溺在悲苦的情绪中，他心中充满爱和怜悯，不忍见人受苦，常为读者和病友不幸的遭遇忧心，而忘了自己的病痛。有几次在化疗中，他竟因为专注聆听我的故事、我的心事，而为了我的烦恼发怒，而完全忘了他化疗的煎熬。他教我用爱与关怀来拥抱人生活，他让我再度相信生命真是美丽。这两段是抄书中的页数的话，这样。然后我的观点就有点长哈，1010，他规定要1000个字，我写1010个字，很长哎。好玉，要不要先？你要现在跟我讲吗？还是你想要之后再打 report 给我？哈，很好写，这非常好写。我选了一个非常好写的书，不知道哎、欸。我要等玉回复，代表他真的有在听。等一下，我还没有念呢、欸，我还没有念我的观点呢、欸，我的观点才是重点吧？我刚刚都是写书中东西而已、欸。哎、欸，这到底有没有冲到啊？气死！到底？我写的是哈，还没念完呢，可以念吗？1001，我还是我直接哈，不能传给你，然后怎么办？还是我直接留言，然后预复制，然后慢慢看。可能那串会充满着各留言，然后哗哗哗，因为很长。嗯，都要直接洗版。谢谢 Free Plus 的缘分相遇。对啊，玉发，哎、欸，我被玉发我跟凯，他直接不理我。我就真的写了1010个字嘛，我写了1010个字，而且我写很快。没有，他现在在思考，现在又在思考。可以写，我就真的我已经写完啦，而且我写的都是对自己生命的思考、欸。哎，你要听吗 ？Google 翻译，没有拒绝。好，请。哟，因为什么那么冷静？他说请，我就哈。而且他反应超慢欸，我问很久，然后他说可以写。好、啊，我要讲哦。哈，会不会有人就是直接抄下来，然后就直接？哈，可是我还没有哈，现在还有时间改，应该来得及。JPG JPT， 还是我直接复制？哈。好念好，我要念1010个字。好，算了。
人的一生中会充满着各种考验，在这中间必须经历的事情有很多，而我目前最能感受到的是学业与工作的压力。同时是学生的我也有着偶像工作与家中长女的压力。每当自己在扮演不同生命角色中的我，时常会让自己喘不过气，压力也会排山倒海而来，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这本书告诉我我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在病痛的苦难中仍坚信爱的力量是无限的，在这当中找寻对生命的热情和动力。而写作和阅读、信仰、亲人都是作者努力活下去的动力。而我是否也该想想，在这青春年少里的我，除了有着学业和偶像工作身份外的角色，还有什么是我该去好好体验与学习的？好比说书里有提到亲情的力量带给作者的温暖与鼓励，书里有一段我看得很感动，里头提到作者对女儿的期许和告诫。作者选用了《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这本书中的一段话：只要想到我的声音，我就在那里，在那了。作者以母亲的角度套用我这句话跟自己的女儿说，只要想到妈的声音，妈就会与你同在了。回到自己身上，我很常因为自己繁忙的外务而忘了跟家人的相处。这个其实对于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来说是很容易却又很常忘却的事情。作者感慨在生病之前忙碌奔波于工作繁忙当中，因而忘记了跟儿女的相处。反观自己也是这样，所以这本书也许是给了自己一个警惕吧。人都是在失去时才懂得珍惜的，在真正经历到苦难当中才意识到平常生活中没有发现却又重要的东西。欸，我先讲到这里，我看一下留言。在那时可能会想说，如果当时没有怎样，现在就不会怎样了。人生是需要一直成长和学习的，能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也许后悔了，但也还来得及领悟。在这本书中有个重点是爱，爱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爱能战胜许多事情。虽然作者仍无法战胜病魔的对抗，但是作者用爱去感染了自己，也用爱去感染了别人。我想我的人生课题最困难也最难实践的可能就是爱了吧。我爱我的家人，我爱阅读，我爱电影，我爱朋友。但我想如果爱，等我一下哦，换页。但我想如果爱是嘴上说说而变成生活中的一种口头承诺，那不就把爱的价值降低了吗？如果把爱带到生活当中，也许会让生命变得更不一样。作者用爱面对了他的病魔，他并没有因此而继续用愤怒、痛苦放弃了他对他来说重要的亲人与友人，他反而用爱去包容、看待一切，去释怀上天安排的一切。我也该去学习作者这一点，学习用爱去面对自己的朋友、家人，当可能用乐观面对事情且能为自己负起责任的人，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把握当下与自己爱的人相处。因为人生总是无法预测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因为人生总是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我只能把握现在，好好生活，好好跟重要的人相处。学习不只把爱挂在嘴上，也把爱真真实实的实践在我的生命旅程当中。然后他讨论的议题，我现在写的是生命的价值、亲情、死亡、爱、疾病、离别。我可能还要再写延伸写这几个点，差不多这样。我就说在学习嘛，而且这是我前几天看的书，我前几天才领悟到这点。我前几天你怎么可能说要改就改？这又不是写给粉丝看的，这是写给老师看的。老师可能没有粉丝，但老师有家人啊。
好精辟的言论。啊，文学就这样啊，那随便啦，就是写得很美好这样。我不管老师有没有粉丝，就是写粉丝会很难让老师有感触嘛。写哪里最感动啊？我刚刚写哪里最感动？我刚刚写，其实整体来说，老师说 OK。我写哪里最感动？那一段是我那里写说，书里有一段我看得很感动，里头提到作者对女儿的期许和告诫，作者选用了《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这本书中的一段话：只要想到我的声音，我就在那了。作者以母亲的角度套用这句话跟自己的女儿说，只要想到妈的声音，妈就与你同在了。这样上限1000多，就是要写满1000个字，然后我写超过。对，但我觉得这段不够多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会写的怎么样啦，但是我这样写，应该老师说鼓励性质的话，那我应该至少加的吧。如果没有得名的话，我会怀疑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写的烂，或是我可能不知道，我有点错字，我要去改。我有给国文老师看，我国文老师应该帮我修正。哦。跟你说，我真的。我本来要写那个米兰昆德拉的书，然后结果一转眼就在图书馆，然后老师说可以借图书馆的书，我就随便当瞄了一下，扫射一下，我就看了爱炫物之心，然后我就看了这标题，哇，这标题超好写，我就翻了一下书，我就说这里书超励，这本书超励志，然后就好，我之后改。玉也可以，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像作弊？算了，我之后再改。目前就先这样吧。现在还可以改修改，现在到3月10号就没有办法修改。但玉是觉得我有多烂写多糟，玉说哇，比我想象中的好，到底是觉得我小写多糟或多差多差？我写的东西真的老师都说赞，就是我写老师说写的颇好的哦，然后那个错字先改了 ，OK， 然后确定要那些衣服 ，OK。我连红玫瑰都白玫瑰，我连红玫瑰和红玫瑰白玫瑰都可以把这本书写超理智。红玫瑰白玫瑰是 一本在讲感情在讲爱情的书，你知道我把这本书写超理智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写什么吗？我写说，我们那本不在，但是。我好像有拍照拍起来，我去找一下，我搞不好找到，我去找一下。
好，难道我可以把红玫瑰跟白玫瑰写的超励志？我要啊，没拍到，没拍到，再拍一次，可恶！什么？观众来我直播间，真假的？我刚刚去拍照，那本是章写现代，对啊，对啊，我对啊，他是在写婚姻与感情，然后我就把它写超励志哦，我就写说书里头有，因为那个格子太小了，所以我就只写了，那个最。就是最经典的那段话，我就写说，书里头有一句话是，娶了红玫瑰，红的变成了白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我就这句话是他妈词穷，这句话是书里面最那个最经典的话，然后我就引用了这句话，然后我就写说，我觉得人总是患得患失，换作学习，如果能对一件事情保持 80% 的热情， 20% 的初衷，也许能克服一纸三分钟热度的毛病。我就把它写的超级励志，我就突然发现，我把任何书都可以写的励志的，就我可以把任何书都，就任何在不管在讲什么书，都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老师很喜欢看的东西。对啊，我把那个，对啊，我真的是有这个天赋哦。我发现我好像是不是真的蛮会写的，玉要来评论一下。我有没有潜力啊？就是我真的很会，就是老师也有说过，我就很会写这件事情，就是很会写，但我不会说，我觉得很会写。自己讲自己很会写，就很会，没有，其实有点像讽刺自己，然后自己很会写，但是很会写，但都不会做这样。不知道，反正我就，那是我花快不到两个小时写的，就是我写东西写很快，然后我看完那本书是。
晚上看完的，然后就写完。因为我看东西跟写东西非常快，就是我不是那种看书看很慢，然后写东西写很慢，然后需要慢慢理会的人。我看瞄一眼，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书本到底叫什么不知道。我觉得这跟可能自己看的东西、看的作品多有关系，因为你看的作品多的话，你看什么就知道这大概就在讲什么。我觉得我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是看的东西可能也多了，然后看现在看任何东西就会觉得哦，看一下，因为我看东西真的看不快，就是看一下就知道哦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写也写很快，然后而且写很快就可以把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马上就写下来，这样。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突然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也没有很文学少女，因为我国文真的烂爆了，我国文是烂的哦。但我很会写，就是可以拿来，就是我会写，但我国文懒，这样，因为我没有背，因为我懒得背，就是我不会去背那些文言文，我也不看不懂文言文。啊，我就不会写散文啊，我就不会写散文，我不知道散文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散文的定义就有点像作文，但是又不是作文，就哈，那到底又是什么，我就不太懂。因为我看别人散文都写得太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哈，散文是什么？我这其实不是很会写作文，我不是会写作文的人。作文其实也还好啦，就是不知道，我觉得要看欸，就跟主题有关系吧。可是我在想，就是哈，哪有人国文很烂但很会写的？就是通常小说家或很会写的文学家，通常都不是国文好。我有在想啊，但是要过啊，不知道欸，文艺创作我有思考，有想过。我不知道，那一定有很多人很会写，只是他们没有讲而已。一家也会写啊，不要，我真的看不懂文言文，我真的看不懂，不要逼我，我学这写得很痛苦。玉跑走了欸，他没有要跟我聊这个的意思，他可能在忙吧。可是有些事我真的就是怎么写也写不出来，有些我真的怎么写都写不出来，就是我看了很多遍，但我这怎么写写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能领会到书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要看很多，越看越多，你就是可以越快，看得越快，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你看得越多，你就是
懂各方面要怎么去写，就是要看书。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我之前在前一所学校的累积，因为如果我在前一所学校没有读那么多张爱玲，然后没有读，其实我也没有读很多，又没有读过张爱玲，也没有读过一些文学小说的话，我现在不会写出这些东西，一定是我之前的累积，所以才让我现在有写能写出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我已经看的算多了。我觉得如果是以那种太哲学、太文艺、太文学的这种，我就真的会看，慢慢看，慢慢看。但如果是那种普遍普世来讲好写的这种，像我刚刚写的那个，就是我就可以看很快。哎，我差不多也觉得，玉宇老师下课，你可能要聊一些新来的话题，他才会回来。没关系，我也差不多要关播了。还忙吧，我等下去改个东西。我之前有想过说，如果真的很厉害的话，如果我真的很厉害的话，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当那个写新闻记者嘛，就是写稿的那种，下标题的那种，就是写稿，就我很喜欢写这种东西。纯文学不太吃香，纯文学是的确不太吃香。我觉得我觉得近几年来文学能力好的女作家就是林奕涵，很可惜，我真的觉得她很棒。但是还有谁啊？我想一下，近几年来，真的就太……还有一个女生，但忘记她名字。近几年的真的偏少，不知道哎，因为像我们这。我就说断档其实也没有要找，还是有几个学生很会写的，很会写，一定会有，只是比较少。张爱玲啊，张爱玲最标志的。像少女时代前团员 Jessica， 哦，也蛮卖，好看吗？我知道 Jessica 有写书，插画小说家，插画，你说你像吉米那种吗？插画小说家吗？我觉得要看长得厚哎，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文艺文创方面发展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是有兴趣的。好，差不多要念榜了。
第一名是凛凛神胎，第二名是玉，第三名是竹轮，第四名是新鲜柠檬，第五名是木亭，第六名是回回，第七名是蓝熊，第八名是 Free Plus， 第九名是剑骨，第十名是阿成，恭喜前十名。可是席慕容写的是诗哎。我不会画画啊，我不会画画哎，不行啊，其实我画画很难看，真的，其实我真的画画不好看，真的不好看，只是有被老师称赞过，就是我很会画，就是我有天分，但我真的没有画画，有天分跟画画好看是两回事情。啊，差不多就这样了，拜拜。所以刚刚关张为什么会过来？他按到吧，因为他现在离开。Hello， 我要关播，何飞要才来。那应该就是查情吧，幸好我那时候在讲我写的东西，啊没有，不是这样讲的，我想只看我的那就怪了，没事，好啦，现在是这样咯，拜拜，拜拜。